你特别开号码呢？哎，那空二啊，二空，还是空数？空数，因为两粒吧，再个两粒吧，还是数空？还是干那数？还是干那弄？有像吗？我第一时间我就说，哇天啊！来啦，爸爸看到了，是没有错啦，那是一定的啦，对啊。你看你跟他吵架啊，你啊？对，很慢。刚才我某甲搞，无我唔知变哪错误。梦到爸爸是不是在最近发片期的时候？是前一阵子。破百机，啊拢无做。啊，结果我去买，嘛无掉。第一次发这种电音舞曲专辑的歌手，那被拿来跟电音天后做比较的话，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事情。因为我这张专辑里面有舞手有跳舞，所以是一整天下来累积的。真的流血的时候是已经蛮晚的，已经快十二点的时候，因为我的鞋子是尖头。对，然后一直这样子颠着，然后因为没有停了嘛，没有停着，可能因为血液循环比较不好，大拇指很容易麻，所以我那时候跳到后来，整个大拇指是没有知觉的，所以他流血的时候我也没有知觉。怎么了？你有？真的假的？是跳到麻？我平常不会麻啦，我不是无缘无故麻啦的。姐，我又要再检查一次。回去泡脚。对对对对对。促进身体的末梢循环呐、啊，喂，怎么越扯越远？一泡不能解决。OK， 好，回去泡一下就可以解决。真的解决不了就两泡，两只脚都泡。男朋友还真没有。对啊，我也很想跟你们说有，我都这把年纪，喂，追求有啦。我很希望下一次跟你们见面的时候就可以放帖子给你们。希望啊，闪婚啊，闪婚，下礼拜，我们下礼拜要见面吗？嗯，看随缘。但没有啊！你很会说哎！吼，把你看完的啦！梁静，我暗时啊，加个很棒的。你要不要去 Q 卡？还是你要跟我一起去泡脚？对，这叫约炮喽！大家都一起去泡脚。温泉泡汤啊 ，OK 好啊，对不对？男汤女汤啊，或者大众池一起泡嘛。怎么样劝无声？怎么样劝无声？所以青菜吹起来声一点嘛。哎喂，那一代啊，那些青菜对啊。我还没被吹啊。那你是被吹泡友。喂。啊，没有，没有。因为他也在拍戏啊，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因为也不方便打扰，对，就是让他好好的先静下来，然后好好的就是把戏拍好，这样好好的整理心情，整理他的心情，所以我对也没有再打赖给他，对，现在好好的沉淀啊，工作做好，因为他现在正在拍戏，如果有时间很开心。Thank you.